家好，我是王彩云，今年八岁，读五堵国小，升二年级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是《心经》，万事在不在心，娑婆诃菩萨蜜多时，当天无论皆苦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若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，是诸法不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虚无空中无色，无色想行识，无眠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于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诃。起发不起心，变化变安静生，弟子心朦胧，礼拜观世音，求生明白智慧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无尽难观世音菩萨，天天三尼佛陀的慈光加倍之下，祈求您赐给我勇气面对今天所有的挑战，祈求您赐给我忍耐接受今天所有的挫折，祈求您赐给我力量承担今天所有的工作，祈求您赐给我智慧感谢今天所有的因缘。知悲喜舍变法界，离苦集乐利人间，禅定见二平等了，难为感恩大天行，谢谢大家。